好的回忆吧。其实蛮紧张的，然后也期待着待会儿女嘉宾的出现。你会紧张吗？蛮期待的，你呢？我还蛮紧张的。心情是很非常紧张，不过我很期待见到这些女嘉宾。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所以是直接上车吗？你们觉得女嘉宾都是哪里来的？我想要成都的。成都？为什么特别挑成都？因为他们皮肤很白，然后听说他们的个性比较温柔。出发喽！很开心，开心啊！好爽啊！好开心，有没有？哇哇，这也太浮夸了吧！我绝技，这太浮夸了。紧张，特别紧张，不知道待会会不会有我看起来是我心喜欢的类型的男生。哪里哪里呢？哪里呢？我们的功夫在哪里？好适合哦，公主在这边。那谁是白马王子？哇，有！不许说话，不许说话。哦，来了来了，哇！就是因为都戴着面具，所以我没法去看脸，所以我全去看气质，就是他们的装扮显得他们年轻。我喜欢可爱类型，还有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欢乐那种。是攻来的两个女嘉宾，他们上位以后就整个 bus 的感觉就变成温暖了。我们要先上路。我们两个现在是躲的，先下手为强。对。哇，这里很漂亮哎，好想拍哦。哇哇，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两点了。哪里？前面。哇哇，再看前面。感觉挺好的，他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Sweet melody, 그대의손닮은것같아내하루의설레임들을느껴보죠하루하루다른밤참꿈들을좀
就穿黑色，虽然戴着面具，但我感觉他的长相应该是我喜欢的型。'Cause you're a sky,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嗨，大家好，我叫包子。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有开心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表情，所以我的朋友都管我叫包子。谢谢大家。You make me wanna say I do, I do,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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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大家好，我叫靓女，因为这个绰号我自己讲了也很不好意思，但是因为很多朋友都叫我靓女，所以久了也就习惯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辛巴。因为我之前头发是金色的，然后大卷，所以很像那个狮子王 Lion King， 所以我的外号就叫辛巴。谢谢。In the air, there's an answer and it's me. Hello， 大家好，我叫萌萌。因为有时候说话朋友感觉我挺萌的，然后觉得我长得也挺萌的，所以就叫萌萌。谢谢。大家好，我叫大胃王。别看我个子小，但是我爱吃，能吃，会吃，然后所以大家都叫我大胃王。大家好，我叫林仔，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正义，而且有点像男生，所以朋友们都叫我林仔。Hello， 大家好，我叫 Baby， 因为就朋友觉得我有长得比较小孩子，像有 baby face，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 Baby， 谢谢。大家好，我叫月月，因为我的名字里呢有个月，这样显得比好朋友叫着我显得更亲切一点，谢谢。大家好，我叫长腿，因为我腿有点长，所以我朋友们就叫我长腿，谢谢。嗨，你好，我叫小安，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Anson， 就叫小安比较容易记，谢谢。안녕하세요，我叫金珠，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更喜欢吃饭，然后我的工作也是美食研究家，所以很多朋友叫我金珠，认识你们很开心。Baby, I'm amazed by the love you gave. Finally, I can see what a life really means to me. To me, babe, all I need is you in my life. Wow! 这个小孩子都会，还有地暖哦，有，坐。你们刚才有看到哪个？
较心动。我没有看到，因为我是在那个，不是两个男嘉宾吗？我是看中间那个空。哎，我也是，好尴尬。我跟你说，我中间看到两个人中间后面那树木，你知道吗？我就看那个草丛，连那个树木一路看过去，我就不敢看。然后我看到 baby， 我实在忍不住了。他刚才笑，他刚才笑的大死掉。他看到我，我看着他，然后我就说什么？然后眼神有这样，没有。然后他看到我，然后他就这样。我看着这样，好快！我看着他，他对吧？小安也笑，为什么？就是很静静的感觉，我也是觉得。还有一个是月，他是生气了吗？还是这样丢丢？那月月，真的是挺好的。大家长得都挺可爱的，花心男，你们两个，你是不是又都想要到？对啊，你可以六个。你觉得他们最讨论？是有听得到。在讨论，我挂了。还有另外一个是长腿，长腿应该是露腿的。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锦竹，因为他能做饭。你觉得他还不错吗？对啊，觉得还可以。因为你能想吃对啊，你会的，爱吃，真的爱吃他的。我觉得应该喜欢小的，我也觉得。你要谁？谁都谁都给，都给，都给。好了，我已经想好了，要谁你们了。他给我的感觉很阳光，就是很开朗的那一种类型。我是比较看重颜面的，就帅气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你有红色围巾，我又最喜欢红色。就是叫包子的女生，因为我觉得她很可爱啊，应该会她的那种乐观开朗的活泼会就是能够逗大家开心吧。很贴心体贴，然后有一个很挺的鼻子，挺白的，然后看起来也挺可爱的，就长得挺帅的那种。我给了大胃王。自我介绍完，我也觉得或许他的个性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感觉比较顾家，他说他做饭嘛，觉得我喜欢吃，然后他爱做饭。印象蛮不错的，希望你可以做菜给我吃哦。哦，我还想说要跟你一起。我其实非常吃惊，因为我没有期待，我以为我会拿零，但是有了三支玫瑰，我真的很吃惊的。我送给大胃王，不过一听到他是一个吃货，然后就他讲话的时候很笑。啊，这个很香了已经。红色玫瑰。我是不是哥？你画一个多少米啊？查不动，请拿五花肉，这菜都放一边去。后面有血吗？
啊，这个很香了，已经。哦，是吗？可以了。够吧。你刚刚那个在那边说你是吃货，然后是喜欢做饭，我不是，我更喜欢对吃。我吃太多就好吃了。哎呀，你怎么出来了？那个叉子呢？叉子呢？放这儿。不，这个再放这边，放这边。啊，我要找个位置进去吗？有筷子。好吃好吃，金猪做的。有那种中国的辣吗？辣不辣？嗯。盐蘸着盐肉，我吃了。总工还是坐着，不行了。那边，哎，他们对。啊，我叫长腿，然后从小是学弹钢琴、唱歌的。你会弹钢琴？人不可貌相。哎，这是什么手？钢琴手，好吧。我这是打麻将手。你呢？好厉害，都掌握。美声还会一点点了，然后就两分。大家好，我叫萌萌，目前是一名，等一下，萌萌站起来，你是一匹小马，你的名字，然后来自哪个学校？啊，职业，香港。大家好，我叫萌萌，今年21岁，我目前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然后明年毕业，现在学的专业是民族声乐，谢谢，很高兴认识大家，刚好跟他可以，哎，你们俩很搭哎，对，很搭，应该对唱一曲，对唱湖水有，对唱吧，小背篓啊，小背篓，你会什么？真的起来呀，哇，有一首，你最珍贵，你最珍贵。啊，他的拿手不，我词儿就那个第一句怎么唱的？我会送你，我会送你。永远这个季节，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公开面具之后，萌萌吧，因为我觉得他挺可爱的，然后说话的样子挺可爱的，第一印象就这样子。时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不会。你为了一生，为什么突然唱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没关系，林老师为你转身。我起了，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我不撤退，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我愿意在超程度相守相随。哦，你最珍贵。我学着在你爱里。那给我吧。你有祝福。感觉挺好的，对萌萌挺有感觉。萌萌，我不希望有除了他之外的人。你最珍贵。然后现在在北京当一个美食研究家。然后马上要开一个自己的面店。哇，太难了！之前我学的是音乐教育，然后现在转行了，然后现在是微整形咨询师。先是读了16年的舞蹈专业，哎，他也会跳舞。工作是婚纱设计师，设计婚礼的，比如说人家结婚的礼服。然后我平常的一些娱乐的话，我喜欢狗狗，我很喜欢狗。我们家从小到大捡超过100只流浪狗。我的职业是以前在台湾是那个 dancer， 然后后来又变 dancer。对，说下你的理想型。好，对，我的理想型就这样，会运动的男生。月月特别会运动。那你有腹肌吗？他有，我看过。他
他有16块腹肌，你知道吗？16块。来，先喝一个，先喝一个。喝油啊！我酒在那儿，不好拿下去。祝我们这三天四夜过得开心啊！我也是开心。靓女，就是听到她的介绍，她在街上捡到100只狗，所以我对她的印象是很好的。这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四个也行。你后面还有一个，你后面还有一个，身后。这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这个面具的主人啊，出来。啊啊啊！没想到金珠选了，所以我很伤心。哎呀，心好痛。包子，包子是一个很健谈的女生，她看得出来她会是一个开心果，所以我也想要了解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小啊，其实在那个烧烤下上接触下来，感觉人还不错。Running through the forest, hand in hand, jumping over streams, talking about our dreams, we laugh, we smile, we dance. 请这个面具的主人出来。哇，哎，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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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可以拒绝呀、啊。我不想拒绝。我以为。犹豫一下是吧？三挂，一二三。西太君。请面具的主人出来了。你可以拒绝。拒绝。可以拒绝。辛巴，他的整个人的感觉和气质我一直都有印象，我觉得他的气质能够吸引我。别抢我的，别抢我的。你先告诉我哪个是金色是他的。请这位面具的主人出来。这是谁啊？我的吗？他都忘了。那我再绑回去重选一下吗？啊，真的啊、哦，好。大胃王能说的话比较少一些，但是我对他印象还不错。
请这位面具的女主人站出来，谢谢。I must confess, when I wear this dress, I feel like dancing all night. 当我知道是大胃王的时候，就觉得蛮惊讶的。或许这就是缘分吧，上天给我安排的缘分。对。其实还好，因为那个是有点凭运气，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忘记那个面具啊，所以不是因为我可能不好，所以他们不选我。收了，因为他学唱那个，不是，跟着没关系，他现在听到了，来，我给你点酒，你来扣，来吧，你点歌吗？你点难一点的，你贵一点啊，点点性的那个，我点歌，那是什么？你不是你高音的，你男高吗？那你这么晚上做，你弹的好快呀，像不像吗？无敌的，对对对。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把爱不放开。对，上课。要的给你，还让我再来一遍吗？我爱你，你是我的主。我们这边是谁？我们动的是军军。欢迎，大家好。好的。幸福的每一天，浪漫的每一夜。무덤방잠은오지않고이런저런생각에불러본너나올줄몰랐어간지러운바람웃고있는우리你好，靓女，靓女，其实我第一次在大巴看到你上来，然后我就那种心跳的速度变快了。嗯，不过无论是爱情或者是新的友情，嗯，希望可以多了解一下。好，谢谢。金珠，我知道就是有很多女生都很喜欢你，那当然我也是，虽然我的花没有送给你，是送给小安，但是后来因为跟你一起做菜一起煮饭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希望可以再多认识你一点。早上的话我会为他做早餐，把那个角都去掉，然后再对半切，然后就做成三明治。
哇，好漂亮哎！天一样，阳光很好。对啊，我抽到那面具，你的就是你当时看到我抽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挺开心啊，挺期待的。挺开心。我觉得空气超好了，我们停一下做深呼吸好不好？一二三啊，呼吸三次好不好？好。一二三。顿时气爽。对啊，神清气爽，有没有？对。好，继续往前走。我给你变个魔术吧。真的吗？你会变魔术？真的。嗯，好啊，好，嗯，这是一根线，嗯，然后你咬着，然后那个手拿着，然后往那边转，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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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昨天怎么会选到我？也很奇怪，我看你摘我面具的时候，一瞬间啊，喂，我不晓得啊，我更不知道那是谁。那你为什么会选那个金的？因为他就在我面前啊，就近吗？也不是说就近，所以我是就近的吗？不，说你当初没有特别注意我。我就算有注意，我也不记得。一定的，没有，上还是有记忆，比较印象深刻，只是穿着。谁啊？我吗？不是，你的穿着，我记得你戴帽子，非常的好。等，芝麻开门。你真的很搞笑哎。嗯，喝点咖啡提提神还是挺好的。哎，烫了呢。他们两个挺的聊得挺快乐的。有一点尴尬，因为没有话题可以聊天。你昨天唱的那我觉得挺好的。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不会。不要再说了。有，唱的太难听了，那是我史上最差的一次。哎，你觉得金珠怎么样啊？蛮好的。那你萌萌呢？也蛮好的。那你觉得他们俩适合吗？萌萌对你感觉也还不错。是吗？是从昨天开始。萌萌是天蝎。他是白羊。哦，白羊。哎，白羊也是个性比较强的女生的星座吧？嗯，白羊跟狮子还是挺配的。哇，你叫萌萌啊。今天好像本来天气就很不错，比昨天好很多，也没想到今天就是会跟你在这边可以聊天，一起看日出。那就肯定就是老天爷为咱们所有人创造最好的机会了，天时地利人和是吧？对啊。好，他其实还是蛮好相处的，幽默，而且本来以为他的话不多，没想到他还是可以聊天的男生，很好。但是我感觉我话有点多，他话很少那种，但是我要带着他说话那种。我在找话题，今天想先了解小安，就是感觉他人很不错啊，感觉大胃王人很不错，收获很多。首先和靓女聊得很开心，然后从她那里她跟我说了很多关于萌萌的事情。
There's no way.对不起，可唱呢，可唱呢。机缘巧合的跟那个大胃王约会了，然后就感觉大胃王人很不错，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挺聊得来的。之前有一些话题还没聊完，我想继续聊下去。可能我对面那个印象，女生印象会更深一点。这是你喜欢的吗？辛巴。你笑什么？你笑。给不给？好吧。好。我这人比较执着吧，我专一啊。感觉挺好的，只是他有些像个小朋友一样。哇哇，他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可爱、简单、很自然。
小安，小安，因为我们俩早上约会过了，所以我认为他会选我。跟我约会吧。我初次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外形，很好，但我又是一个特别重视相处跟个性的人，所以我也想要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조금씩다가와내맘속깊이 One love 내맘가득네가있어말못하는那他是很善良，然后很外向，很友好。보고싶어이제뵈쳐볼게 My one love just to be with you.My one love, 너에게간다看到有金珠的时候，我可能有一点点讶异，有一点点失望。有很强烈的竞争。哇，全部都巧克力，你会那个好像很有名，在台湾也有是吧？有吃蛋糕，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再见。哇，好吃吗？好好吃，韩国吃蛋糕啊，我觉得很好吃哎。你吓他了。
牛蛋。你这个是什么？Handy can， 这是갈비집牛肉锅的日子。你有吃过吗？你有吃过吗？这个没有。他们在红呢，有很多的特别的东西，你可以尝一尝。他写新的意思是代表很辣。对，应该很辣。那个呢？ Nails， 你要是指甲？哦，那个是指甲店。对对，也可以，我可以陪你。我是说外表的那个哦，外貌啊，怎么做？你敢吗？就这边吧。溜滑梯你敢吗？可以啊。Lonely, I'm Mr. Lonely, I have nobody。在韩国，我不是很了解这边的文化或是街道。相对之下，京珠当然是比较熟悉，而且它会韩语，它跟京珠的互动更加频繁，然后跟我的互动其实很少。你看。好美啊，这里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如果看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看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如果看到幸福你就拍拍你的手，如果看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哦，应该是坐上去试试看。那你怎么？啊！我们哎，我们来就是快速问答，好不好？好不好？好吧。你今年几岁？24。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喜欢高的。啊？喜欢高的。高的。平时喜欢穿什么颜色衣服？黑色。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我喜欢温柔孝顺善良。你喜欢多高的女生？160以上。你的名字大胃王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能吃爱吃还会吃。哦，所以你以后找男朋友是要会吃的是吧？对，还会跟我做。所以会跟你做，做什么？做饭啊。我们两个之间的比友谊更加进一步的感觉，好像我们当时就在一起情侣的感觉。啦啦啦啦啦。哦，啊，这就所谓的这个是盐。那我要画什么？我要画长颈鹿。要画长颈鹿。然后要画一棵大树，让你长颈鹿来吃。哇，你的长颈鹿那个腿有那么短吗？有。你画太阳吗？我在画爱心。这个爱心就是我喜欢你的那颗心。好有爱心，好浪漫哦。那我们整幅画差不多就完成了，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好不好？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One day 一天吗？我们的一天。好，我们就把这幅画定成叫我们的一天。好， OK。 One day， 加油。好。
我刚刚出现一个失误。哎呀，我来，我来。我恨你。来个料给你刷刷手。不用，不用。哎呦，体贴，体贴吧。有用吗？拿。真的有用，来这里。我跟你说，真的有用。过。就是除了之前我对他的印象，只是停留在他是一个非常逗的人，挺好玩的。我们就把自己的名字给印在了那个小书签上，他选的是快乐，我选的是幸福。要吗？你一起来吧。是吧？嗯。然后我们待会帮他们箱子都收一下，因为实在是我看不下去了。你箱子就那边放好了，咱俩擦一下地。心情本来就不太好，然后看到宿舍很乱，因为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收拾，有强迫症的我就心情更糟糕，所以就立马觉得要把东西收拾好，让心情也收拾好。作为一个女生，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里，觉得很刺激。啊，好舒服哦！你吃这个，这是牙棒。台湾也很多那个，很好吃的，来吃吧。你跟我说那个了，你知道 C 是哪？你看我太瘦了，可怜我。嗯，你要吃胖点。所以昨天你的花给谁了？你可以选择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骗我。哎，我这是乱投的啦，因为他就说凭第一印象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乱投。但是。昨天我一朵花没有。你很像古惑仔。我。你很像。为什么？就感觉背后藏了一把刀这样。就你感觉就是脸也很凶啊，也不爱笑这样。没有啊，昨天淋雨淋得很累啊。啊，对，很冷。很困，我一困就爱皱眉头可能。对啊，主要是你可能太凶，怕如果以后吵架你就打我。我是特别不崇尚暴力的人。我也特别烦吵架。你知道了，我的玫瑰是给你的。嗯。那你觉得今天跟我出来，你觉得怎么样？嗯，这还其实还不错啦。因为具体一点，详细一点，谢谢。好酷哦！对啊，这里。今天其实我是为我一个女嘉宾做饭的，但是我们有两个男嘉宾跟一个女嘉宾嘛。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做饭给女嘉宾是吗？好啊 ，OK。哇。Chicky Chicky Mambo, Let's dance the Chicky Mambo。Chicky Chicky Mambo, Let's dance the Chicky Mambo, Chicky Chicky Mambo, Let's dance.哇，你还要弄鱼啊？对，只有一个煎鱼，
这个很快，大概八分钟，我需要哭，我觉得。我先给你煮那个热红酒。哎，你想热的红酒？嗯，好棒哦。嗯，我觉得他很细心，又很会做菜。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可以跟金柱这样的男生在一起，其实还不错。小安，你平常自己在家会做菜吗？很少，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还蛮懒的人。所以我不喜欢清理善后，你就觉得哦，为了吃，因为做菜最麻烦的是整理。但如果有喜欢做给喜欢的人吃饭吃，那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哎、对。亮，你觉得今天这样三个人出来开心吗？其实我觉得还蛮幸福的，也很开心。对你来讲很幸福，因为你有两个人。可是我有点内疚。因为你们两个都很好，我这样会让我很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或者是因为你们两个都很好。没关系啊，没有说没有叫你今天选啊。他这个讲话很直接啊。我觉得我已经差不多已经决定好了。常常那么多些那把고있는날과때론며칠씩변하게지내점점널잊는것같아먼일我很无奈，我也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哎，你小心烫哦！啊，是不是？哎，你把它全部倒来这。光盘，谢谢。大概两分钟。好香哦！啊、希望你喜欢。嘿，很久没有下厨给女生吃了。对，哇，希望你喜欢。哇，真的很厉害耶！好，在开张之前，我要。对你们两个说谢谢、啊、我好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面 有一点点硬，对，可是我喜欢吃硬面谢谢，刚好。嗯，好好吃，好好吃，你要吃一点。亮女说她喜欢吃她那个小安做的面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吃醋。好好。嗯。嗯。OK 吗？好吃。这个。哇，你嘴大，一口就可以吃下去。爱吃的人吗？啊，我很爱吃，我也很爱吃。然后我挺开心，我选的是你，不是另外的啊。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那你这次约会要打分的话是多少分？十分是最高的，零是最低。满分是十分，这次约会十分。哇，真的吗？真的，我真的很感动。嗯，其实你们两个，我真的都觉得你们很好很好，然后也会
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好的回忆。对，因为我很开心认识你们两个。其实你们刚才端这个给我的时候，我快哭了。真的吗？哎呀，不要哭了。对，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国外，就是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刚才其实快哭了。对，所以你们两个真的都很好，但是很谢谢你们做这一顿饭给我吃，因为我觉得有被，就是真的有被疼爱到跟照顾到。对，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做这顿饭。对，真的，对，只要你幸福，我们都很幸福。啊，我不知道。What do you get when you fall in love? A guy with a pin that burst your... 我看得出他花了很多心思在做那道料理，所以最后我是感动到快哭了。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然后我们两个画的就感觉很甜蜜，就觉得挺珍贵的。就没有想到是这么好玩，就相处之后真的觉得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然后也很体贴。